去。你来的刚好。对，你来了就来了。晓得我来就出来了。对。他现在放空城。1800mm。我们有吗？有人，这边给你看。他站在太远了。对。哦。现在这位置不好观察。那，哇塞，这个，那个上面那个角落。他抬头了，对，上面那个角落。哦，靠那个边上是吧？对，现在在边上。哇塞，刚出来没多久。哦，我不确定是回来的，刚才没注意看，但是刚才飞出来一只了。哦。谢谢。不会，特别来看的。对。好好。而且我也是五月来啊。哦，五月来。这时候太早了，对。哦。五月是玉竹是吧？哎，五月孵化了以后，五月出来，雏鸟，五月初应该雏鸟探头，五月中大概。哦，就会雏鸟到处飞哦，对，有几只啊？雏鸟有很多只。雏鸟去年、前年都是三只。哦，对，哦，但有时候会连续两年都掉一只下来。哦，对，这样子。啊，所以现在只是说还在孵就对了。对，它巢穴知道吧？哈，对知道巢穴的。巢穴，你看那个三的解说牌就好，看一下。那它为什么会？而它只是在这边活动，是不是？对，为了抓鱼什么？没有，他不抓鱼，不抓鱼，他一般抓鸽子。哦，他只是在这边活动。他抓鸟类啊，小比他小的鸟，他抓鸟类。哦，对，他抓鸽子是他的专长。哦，这边还有解说。对，读一下，可以去看一下。对，五月。五月。嗯。可以看一下，因为我看你们刚才有在看嘛，然后走过去看不太到啊。哇哦，哇塞！五月时候来，五月来在这边山头，雏鸟在那边山头飞就很清楚，就不会这么远。我想说，大家到底在看什么，我都看不到。哇！可能翻拍可以，因为你会逆光，你自己要调好角度。完全翻拍不到呢。对，就很会。真的不行，因为光太大。我经常遇到这种问题。那三个告示牌、解说牌有看的。有。对，那五月可以来。五月。所以你五月小雏鸟会很可爱。五月雏鸟就很站在这山头飞啊叫啊，对。然后这两只又会常喂食，新鸟会喂食。那时候会。五月初吧，五月初可能刚探头，大概快五月中的时候。然后带完一般母亲节的时候，我记得最近两年母亲节那个礼拜都还蛮活泼的。哇！谢谢。不会，谢谢，拜拜。一般在四五月之前，其实都还会有游，都遇过游客会来这边专门找游隼的，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太早。觉得他在看呢啊，你在看呢啊，你是公鸟还是母鸟？好像是母的哈，其实这画面我也看不太出来，好像是母的啦，应该是母的。这什么鸟？你先看三只解说牌，然后游隼，你可以先看一下画面，没关系，来。这什么？游隼，看下去会比较有兴趣。哦，游隼啊！对，游隼啊。这秀速度最快的鸟，然后有兴趣的三个解说牌跟你讲，它巢穴在哪边，介绍它其实很清楚，对。谢。会。那个游击队的意思。
般是做成那个战斗机。对对对，嗯、谢谢。顺子，对 ，OK。不走过来看你们，哎，好像不要看。哦，前面更多人在拍啊。你的已经很大了。哎、欸，我的在这边应该算很算最大了，对。要放大多少？一千。这1800立米特。1800。对，它可能想飞了哦。还不飞？哦，你要飞？它一般大家都在拍它飞行板。等它飞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对，那。说你有什么有准？有准。准。台湾叫有准，台哎、欸、对岸叫有损，对。都当然都用录影的，嗯，他有想飞啊？有小的吗？他们现在在育雏孵蛋，五月中可以，五月初五月中可以来。小只的可以在会在那个这边山头飞，会很精彩。来来来，等一下，是来了，但他差点飞出来。黑渊，好，上面那也是的。上面有，这次看起来像黑渊。还有两只打架，啊，看到这两只黑渊打架，可能打出来那个。黑渊是更小的。黑渊比较大。比这个大。嗯，他应该是在看他们的，对，太嚣张他就出去了，就是不太会出去打黑渊。除非他来那个。食物很聪明，其他地方才会，对，这边很少。食物太聪明，不太想理黑渊的，因为黑渊经常会来闹，我觉得黑渊经常会来故意来闹，但是这边的有这两只其实那个格局不一样啊，对。你怎么知道站着不动？眼力这样好，我是看这个才看到。因为它影子没在动，它刚动的时候影子有动，现在有动了，现在就出来了。看过去，在那边，看到，我也看到。好了，算了，它躲进石头那里的，对对。嗯，对对，白白的、啊、是那个。哦，这边吗？没有吧？有，这里刚刚这里有在动啊。然后他投出来，投出来了。他应该这位置他待不久吧？这位置待不久。哎呦，那白白的一点点。他探头了，又缩进去了。对。哎，我眼睛还不错。哈哈，看到了，看到了就知道。你没有戴眼镜，没看到就不知道。在那里，船上在那里。白白的。你用对，手机看不懂，还是看他这比较清楚。哎、欸，飞出来了！来了，飞回家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